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子。那今天我在逢甲呢，有看到一个蛮特殊的机台。其实之前就有看到了，一直都没有机会来拍，没有空来拍了。啊，因为这边有放音乐，可能等一下就会全程消音，没办法。来看这一台，宝夹任选，它是筷子台。哇，非常特别，而且它有分难易度，易中。哦，困难，保夹任选，不过保夹还蛮高的，1990。它是钩子，这里有三个钩子跟环，然后爪子是偏斜的，所以对爪会稍微有点难度。然后把它变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之后，就有机会让它出货。里面货有一些还算 OK 啦。好，等一下就来挑战看看。不过我是觉得我没有什么信心可以夹出来，我就试夹一下就好了啦。那就先这样喽。Go， 好，挑战开始。然后它爪子是斜的，所以对准有一点点难度了。它偏爪，所以它会往左边倒过去。类似这样子，要怎样才可以让它打横的呢？它又变直的了。就一直勾到这边的，也是蛮好玩的。哎呦，好像有机会哦，能乱晃。又回去了。够到没有 ？5 minutes later。好可惜哦，难度还算蛮高的，运气偏很重要。好了，就介绍一下给大家，知道这种台还蛮特别的。好，那就这样喽。